这个你会老服务呀，照这样服务。又来了。他能够留下一个非常圆满的印象，以及非常非常棒的回忆，所以各位的热情互动就会是他第一印象。谢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现在先请他呢拍几张帅气的照片。在过去这几年来，金秀贤的表现，我相信是有目共睹。不管是从古装演到时装，那么从各个角色当中呢，都有非常好的发挥。无论是青春的歌舞的这些戏剧啊，或者是非常棒的文艺片呢，他都呈现了最完美的演出，也得到了许多奖项的肯定。当然，他的歌声也是让人家非常的沉醉哈。那么第一次的海外 fan meeting 就献给台北了，在明天他也会有精彩的表现，请大家多多给他鼓励跟支持。